今天水位挺低的哦。啊，咱们来到小闸口来漂鲈鱼哦。朋友们，来到小闸口来漂鲈鱼哦，漂几条稍微大一点的去清蒸哈、哦。钓挂整根海蜈蚣哦。哎，第一竿又下鱼啦，什么情况？鱼还很大啊。有，哦呀，哇，这条大，这条起码有一斤哎，好钓了我，哈哈，下雨啊，一只手撑着雨伞啊，一只手拿着竿啊，好钓一条大的，可惜啊。有，这下可以，嗯，哦，这下做好十足的准备了，来一条小黑钓啊，嗯，有，哦，小的，哎，为什么跑钓都是大的，钓上来都是小的？来，嘿，哦，来了，这条大，朋友们，飞身红了，哎，又跑了，哦，无语了，连跑两条大的，嘿，哦，为什么钓上来都是小的，跑钓都是大的？嘿，朋友们，你看我的鱼钩，哎，跳下去了，本来也要放的，我的鱼钩用 Y415号，这样还会跑大鲈鱼哦，我也奇怪了。哎，什么时候中了都不知道，应该我收竿的时候它追着咬，钓上来都是小的，喂，太低了，
重重重，小的。哦，这条通死钩了，想放也放不了。不过太小了也，这条就当做收竿鱼吧。咱们回去了，今天运气不佳，连续跑了两条大的，钓上来都是小的。天黑了回去了，水位也低啊，现在雨停了呢。刚才连续跑鱼的时候雨很大哦，不好操作，跑了两条，有可能技术也不过关。朋友们，谢谢观看啊。